智能驾驶的标杆典范，成功了，还是夸大其词的自动驾驶能力？你买到的所谓最强 L2 加辅助驾驶，喂，又能否避开途中意外险情，面对1200公里高速领航挑战，又有谁能平安抵达？欢迎来到汽车之家实测记智能篇。高速领航辅助小横屏，去年冬测我们就搞过一回，成绩嘛喜忧参半。不过这半年以来啊，各个品牌都换成了无图的方案，据说效果那是蹭蹭的提升。我们导演组一合计，干脆同样路线再跑一遍，差别在哪儿立马显现。所以咱们还是返璞归真，回归用户最实际的使用场景，看看这些智驾在日常用车中到底能帮多大的忙。为了和上一次的测试结果能有最直观的对比，我们这次依然延续了上次的品牌阵容，分别是鸿蒙加持并靠着一张帅脸就能行走江湖的阿维塔12，他的大哥11在上一期就拿出了拔群的表现，临时突击补课，祖辈都是名门望族的腾势 N7， 上次因为 beta 版本软件饮恨京沪，卷土重来势必要找回颜面。最后是海派腔调，算是半个主场作战的智己 L6， 摩拳擦掌是要拿下这场荣誉之战。这回京沪纵贯全程共计约1200公里，路过京津、京沪、济南绕城、青银、长深、沈海6条高速，光匝道就换了11次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弯弯绕？因为只有在匝道多、路况复杂、场景丰富的情况下，智驾的优势和问题才会被通通的暴露出来。我们这次也依然会按照辅助能力、可信赖度、交互友好度、场景应对和安全表现这5大维度对他们的操作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。三辆车统一按照全自动、高效率、最安全、不超速的测试指导精神进行设置，我们的测试员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心理建设，只有在危机关头千钧一发之际才会主动接管 ADS 2.0、 DePilot 300、 IMOS 3.0 三套系统的高速领航辅助比拼，鸣锣开场。城市是级准备完成。从早9点到凌晨1点，整整16个小时的鏖战，历经了白天、黑夜、降雨、施工、移撒等等的工况，还有各种弯弯绕绕的大曲率匝道。对比23年底的冬测，9个月过去，这次的高速领航辅助整体成绩提升是相当显著，开不了的路段基本没了，接管的次数也明显少了。阿维塔的高速 NCA 全程在线，一次降级都没有。其实阿维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稳定。腾势和智己各自遭遇2次断点降级，也很短暂，累计不能启用 NOA 的里程也不到1公里。说到接管次数啊，虽然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接管，但即便是让驾驶员最忙活的腾势 N7， 平均的接管间隔也已经超过了100公里。相比去年它的状况百出，今年可以说是有了质的飞跃了。具体到每次来看，除了断点降级，阿维塔12和腾势 N7 都因为道路移撒物导致过接管。智己 L6 和腾势 N7 都差点在走错路的时候被迫接受帮助。即将错过匝道，建议手动变挡。接管了，控制方向。腾势自己还遇到了前车极限加塞儿。三辆车的细节差异啊，咱们结合几个经典场景来逐个分析。以前测智驾一看见装桶我就心慌，这回总算是踏实点了。虽说领航辅助现在对于施工路段的处理还不能说是天衣无缝，但总归是能化险为夷了。遇到施工封路，三车都能自然地跟随车流减速变道，不会只生硬地刹停等待。在刚修好路的无车道线路段，阿维塔和腾势的领航辅助也依然能稳定地工作，而智己则审时度势做出不同选择。如果车道线缺失不多，就保持领航；如果完全没线，出于安全考虑，就会暂时降级到 ACC 辅助。一直就是没法使用，只能是 ACC 状态。施工导致的车道减少，往往还会带来前车急刹，智驾的跟车减速应对也比较及时。除了那些常规的，阿维塔还玩了一把惊为天人的风骚走位。这段刚修好的路，左侧装桶还没撤，大家都在仅剩的一条车道慢慢开。阿维塔发现左侧没车，直接从装桶之间绕了过去，他就硬生生的压进来了，引得后方的驾驶员是纷纷效仿。
要论胆子大，还得是支架。进出匝道也是高速最常见的工况，三辆车进匝道的时机选择类似，会根据横向间隔的车道数量提前一公里以上发起变道。但是进了匝道以后，阿维塔和智己都讲究效率为先，按自己觉得合适的速度超速通过，甚至会在匝道里变换车道。因为它能十倍到四十，但它就是开这么快，七十是吧？七十，限速多少？限速四十啊？限速40。腾势则是尽显实诚人本色，严格遵守限速。妈呀，限速40啊！我靠，我这龟速前进啊，很危险呀、啊！即便因为压着后车被催促，后边那个特斯拉他拿灯晃我，也只是打开双闪表明态度。后边晃我，我自己开了一下双闪。学会和大车打交道是每个司机必会的高速保命手段。这一块啊，我们也请三辆车展示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。腾势 N7 比较务实，遇到大车标记提示贴边减速观察快速通过，一连串动作绝对是研究过标准答案的。阿维塔12心眼子就更多了，除了前面的统一动作，天黑之后还会闪两下远光再超车，让大车也能有所准备。安全意识最强的是智己 L6， 遇到大车就退避三舍，只要条件允许那就必须跟大车间隔一条车道再通过，但是有时候这反而造成与大车长时间的并行或尾随，增加了驾驶员压力。超越大车时间非常长，通行效率较差。除了大车，心血来潮突然变道的任性司机也是高速上必须提防一手的风险因素。对于这种极限加塞儿的 cutting 工况，三辆车脑子转的也确实快。那是一个突然的变线，系统反应很及时。除了腾势有一次感觉猝不及防让驾驶员搭了把手，其余的处理都是有惊无险。我这个最后一个也是目前版本 T0 难度的场景，就是道路中央的移洒障碍物。虽然三位选手都配备了激光雷达，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识别异形障碍物的能力，但在面对道路中央的未知障碍时，他们的选择似乎都有些不尽如人意。比如阿维塔面对飘来的塑料袋选择了急刹，并不符合人的常识，驾驶员接管并绕道通过。腾势在遇到目标车道有移洒障碍时仍然选择变道，有点没虎硬吃，驾驶员出手制止，接管了一下。自己对地面上的泡沫板也无动于衷。以上种种反映出智驾依然缺乏对于我们真实物理世界的理解，所以我又要插播我们的安全提示小广告了。智驾无情并非全能，及时接管平安出行。场景说完了，看来只从功能上不同的智驾系统确实有点拉不开差距了，所以接下来考验升级，让我们从好不好用的层面上再来比一比。先说效率啊，三辆车的自动调节限速都挺及时的，智己的表显车速跟真实时差的相对多一点，所以每次都跑在最后。这可能咱们第一次相遇，这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智己的话，我们刚才看一下高德导航，高德导航现在显示的车速是110，这个智己上表显是120。阿维塔的立场就比较灵活，开启通行效率优先，车道空旷的时候，如果周围有车快速的经过，那它就会显示跟随车流行驶，然后稍稍的超一点速。不过老司机应该都知道，高速开得快不在于绝对车速，及时变道躲开慢车更加重要。这方面阿维塔最积极，特别是遇到堵车有空就钻。塔子你这缝你也并啊，这太激进了点吧。那你这么看的话，腾势其实整体还是比阿维塔保守的。这种策略有时候有用，但有时候也不灵。比如这次他和前车就陷入了极限拉扯，超不过又退回来，造成了很多无效变道。腾势的风格正好相反，没事就按兵不动，必要的时候才挪窝，更加稳重。智己啊，心思太重了，他会把左二车道作为偏好车道，即将变道，不管其他车道通不通畅，只要有机会就把车并回偏好的这条最左边，开得好好的超了一次大车，并回来造成了很多无效变道。所以说他就在一直持续这个由左一到左二，再从左二并到左一，再从左一并到左二的过程，他的通行效率真的是表现得不是很好。从变道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出，智己的无效变道占比达到了35.5%，比另外两台车高出了一截。不过据说这个小 bug 会在新版本被优化掉。除此之外呢，这几辆车还有一些小特点值得聊一下。阿维塔是过于强势，不太注重人车共驾，在默认的专注使用 NCE 设置下，驾驶员轻微动方向领航就会退出。
腾势的车速控制和限速标志疯狂打架，在120公里每小时的临界点完全 NOA 的状态下，超速警示灯也会动次打次起来，给无辜的驾驶员造成了精神伤害。这个属于真的是体验感。另外他俩都出现过轻微的幽灵减速情况。这又是为什么杀呀？自己对超宽车辆的应对不够聪明，不会及时远离，让人感觉不太安定。抛开那些鸡蛋里挑骨头找出来的小瑕疵不谈啊，其实在整个人车交互的体验上，无论是文字提示、语音播报，还是中控仪表渲染出来的环境显示界面，这几台车做的都已经相当趋于成熟了。懒惰是科技进步的第一驱动力，习惯了在高速上智驾的便捷体验，你现在让我自己开，我都有点不太习惯了。经过这次1200多公里的深度测试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现在的高速领航辅助不再只是配置表上的添头，而是正在蜕变成为真正安全可靠、有用、好用的功能。相信未来它也会逐步替代 ACC 和 LCC， 成为全新的智驾标配。后续《汽车之家实测记》智能篇将会紧跟技术发展的脚步，用更多的车型挑战更高难度的线路。欢迎各位持续关注。